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我可爱外传旭哥手游攻略，那就是航海海上纷争，或是叫做最高悬赏令。好，那这一攻略啦，非常的兴奋啊，哇 ，T0 最强的神探凯多啊，终于可以入手啦。那旭哥来讲这个免费拿，可以抽到它啦，太开心了。还有非常强力的全体的 AOE 输出啊，然后群体的牵引啊，啊控制的技能，还有这个。很强力的晕啊，哦，实在是太神了。好，最强的神探凯多跟着旭哥拿起来啊，实在太嗨啦。还有这游戏最多的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都在这一集最爽的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嘛、礼品嘛、兑换嘛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最新的心愿招募啊，哇，出现了凯多啊，太感动啦！这个 T0 最强的神角凯多登场啦，来拼一下吧，看能不能拼到这只凯多。哎，哇，其实凯多真的非常的神啊，那你也可以自选其他的角色，其实还蛮多只的，像是黑碗折法。有些都还蛮冷门的，还有这个圣品啊，圣品也不好出，这个新世界的圣品跟娜美一样，要用这个置换才会出来啊。那这边也可以抽得到，然后这个多弗朗明哥还有雷神啊，我重点是有凯多哎，这个超感动的。来吧，我们把凯多拼出来看看，凯多啊，这个 T0 神坦。T0最强的神坦，哇，可以免费拿到很多只哎，真的太兴奋了！哎，他这个有保底的机制，所以你只要抽到底的话呢，还会再拿到一只凯多，这样你就算抽到，然后有保底也会中凯多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心愿招募的几率，凯多呢是 1.1%。那还有保底啦，所以可以拿到非常多只，就是透过这个心愿招募，我们只要准备够多的金果，就是每天抽，那每天可以抽21抽，就是20抽的金果加一抽的免费嘛，每天可以抽21抽，所以这个心愿招募呢，我们可以一直持续的来抽，就可以抽到凯多蛮多只。那接下来还有六星的英灵自选啊，哇，这个蛮赞的。这个就是拿来当肥料的，然后五星随机碎片。然后金果这个20几%的金果，反正最后都是拿来抽凯多啊！哇 ，T0 最强神坦在这边出了，蛮嗨的。凯多真的很帅啊，他的大招很猛。然后还有这个红装啊，然后金装、黄装这边都有。然后魔粉，然后重铸石，大家想要重铸石这边也有啊。除了在顶上商店换的话，这边也可以拿到。还有随机碎片、金币以及经验值啊，这边东西非常多啊。凯多应该旭哥之前有攻略有分享过嘛 ？T0 最强的神坦啊，哎，他的招式都很猛啊，这个全体技啊，直接吸引敌方全体，群体牵引，这超猛。也输出能力又是一把罩的，他除了这个很坦之外呢，他的输出能力也是顶尖的。这个全体技啊，还有附带晕啊。他的技能 T0 最强的神坦不是盖的。好，那最新的凯多啊，可以免费入手，太嗨了。那旭哥就来这边分享给大家啦，来这边抽了，超爽。每天记得来抽一下，这个金果砸下去，然后抽免费抽也抽一下。T0神坦凯多，好，来抽1000连抽，来，我海军。怎么都抽到这种东西，哇，很难选的这些。好，来抽一下女帝，哇，好晃啊，会不会太香啊？太晃了吧？这女帝，拼一下。哇，这个造型实在是很赞。哦，20抽哎，爽！最多组的礼包嘛，总整理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的人头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左下角的服务，服务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左上角的兑换码，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然后最新的这个 T137CVW685，
接下来按这个确认。这个哦，六个转蛋券，500金果，还有10个探宝券，哎，爽啊！取力，然后777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好，这个哦不错，魔粉，哎，加减用。接下来是这个 H 力，然后888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好，这个是经验值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HE， 然后666，按确认。这个是招募券，爽啊 ！VIP， 然后666，接下来按确定。这个有5个探宝券。好，那注意哦，这个礼包码呢都是就是总整理，所以大家不要问说新的还是旧的，就是总整理，所有的新的旧的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。接下来是这个 VIP 777，按确认哦，这个不错，有魔粉。接下来是这个 VIP， 然后888，接下来确认。哦，这个不错，有金币加上经验值 A8SQ0J3686，加按确定。这个有6个转蛋券，500金果，还有这个10的探宝券，哎，爽啊，这个福利不错。5GCQBKM687，接下来按确认。这个哇，转蛋券金果，哎，很多金果，还有魔粉，哇，这个金果很多啊，爽。接下来输入这个893QMY0688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哇，一样大量的金果、转蛋券，还有魔粉，爽啊 ！NT6B1DB692，接下来按确认。那这个有哇，10个转蛋券、400金果，还有哇，高级探宝券，爽 ！WEN3P7J6AC， 按确认。哦，这个很爽啊！哇，直接拿这个鲁夫猿王啊，超爽！猿王鲁夫免费拿。帅啊，这可以免费拿。好，哇，这个真的不错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 W43RYNC6AE， 按确认。这个200个魔粉 FUK8DGY6AF， 接下来按确认。这个很神哦，直接可以拿这个鹰眼哦，超神的。这个 T0 神角直接拿，超爽，直接拿一只鹰眼。好，那接下来是 XLDR4DU689， 按确认，这个是隐藏版的序号，这个有转蛋券，然后金果，还有资源，这个隐藏版哦，这个算是独家的。接下来是这个 KHD GV2068A。那这个有金币、转蛋券，还有500个重铸石，这个也是隐藏版的序号。接下来是这个 PNKTBG168B， 这个有6个就是金币的2小时高级招募券，还有重铸石，也是一样隐藏版的序号，非常多啊，跟着旭哥最爽的福利。接下来是这个 NMXK7JV68C， 接下来按确认。这个一样，隐藏版有金币，大量的金币、重铸石，还有探宝券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 BMPL9R568D， 妈的，有够难念的。好，按确认。这个金币，然后重铸石，还有大量的探宝券，礼包码都在这边了，包含这个 OP666， 史上最多的都在这边，还有这个 NAMI666， 然后 LORO666， 然后呢 AN0802， 再来是 MM0801， 还有这个 UU0730， 接下来是 RPJX。KD5678， 然后 BB0729， 再来是 LL0825， 0805，再来是 PSH9KT0691， 那接下来是 QL7W69A6AB，
再来是 WEN3P7J6AC， 再来是 ACF20VG6AD。